好。考卷是不同版本，没关系。我是这个版本，没关系。我用版本。加强到这边，这个。干嘛？你想玩到？那教育资源。他在这边等不了。好，来，这个我们来开始哦。这个我们来做这个第二轮的加强哦。那这个课程的结构是这样，我们会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，我会把你们的内容复习过哦，一直讲，哦，把这个重点复习过，然后你们再自己整理过。然后第二段呢，就是你们写考卷的时间。那写考卷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下去帮你们看，好不好？哦，那是写考卷的话，就自己写。那后面的考卷的话，基本上有两个阶段哦。一个阶段是它有比较基础的问题，这是你们应该自己可以试着把它写完的题目哦。那不会的话就赶快来问哦。那第二个阶段是比较难的问题，那基本上来说，这个前面的这个基础的问题至少要写完，然后写完的话难的问题，这个可以当作业或者继续留下来写，可不可以？好，那这大概是我讲一个小时，你们写两个小时的节奏啦。哦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哦，那因为你们都上过了，所以不用担心哦。你们要对自己如果有付出的话，要有一些信心，就是可以完成。那不能完成也没有关系。哦，那如果你们觉得听得很吃力的话，那我礼拜二跟礼拜天都有慢进度的课，懂我意思吗？都礼拜二的下午，例如说你们在一至二，如果你听得不是很熟。那这个我们的慢进度的课也会有一致的内容，那甚至我也会把影片上传在 YouTube 上面，你们可以自己回去看，可以吗？哦，那如果是礼拜天的话，我们慢进度的课在下午两点到五点，你们也可以来上，好吧？确保自己在每一个阶段里面学习是很稳当顺畅，好不好？哦，那好，我们来开始哦。哎，朱女儿怎么都不见了，好奇怪，来。这个第一页哈，我们来看一下术语式的复习跟练习。这个数字的系统的话，我想这个，因为我们已经是老江湖，就从复数开始讲起。所有这个高中看到的数字叫复数哦，分成实数跟虚数，我们知道。那这个复数分成实数跟纯虚数哦。那实数呢，用 R 来代表。这个虚数就像根号负一一样。那实数基本上就是实轴
在数线上所有可能出现的数字，就叫做实数 ，OK？ 哦，这个实数。那后来又分成有理数跟无理数，有理数用 Q 表示，无理数用非 Q 来表示。有理数的英文叫做 rational number， 哦，你们看这个英文 ，rational 是什么意思？比例的意思 ，ratio 就是比值的意思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有理数实际上翻成比例数比较恰当，它就是一个上下为整数的整分数。也就是说，有理数就是一个数字，可以表示成 q 分之 p， 这个 pq 都是什么数？都属于整数，可以吗？分母当然不得为零。那这时候它可以分成三种，一个叫做整数，一个叫做有限小数，一个叫做循环小数。这个 0.38 这种叫有限小数是位数有限小数，啊、哦，有限小数跟怎么样？跟这个循环小数，哦，好，来，那无理数就不是有理数，它就是无理数，哦，例如说根号二就是1.414一直循环下去，它就是3.1419一直循环下去，可以吗？哦，最主要的无理数是不循环的无限小数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整数有离散性，这个离散性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当两个整数不相等，这个 p q 属于 z， p 不等于 q 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？这个时候 p q 属于 z， p 不等于 q 的时候， p 减 q 的距离会大于等于一。如果是离散的，引导到这个数字，它有一个可数的性质。那可数的话，你就知道它可以去怎么样？它可以去凑答案，可以吗？这个数字如果是整数的话，基本上你都可以去凑进去，就写错了，可以去凑答案，可以吗？哦，那整数还有什么性质呢？这个整数还有对加减乘的封闭性。哦，这整数的封闭性是怎么讨论的呢？就是如果你是整数的话，你加减乘没有除哦，它对加减乘这三个符号有封闭性，整数加减乘整数还是什么数？还是整数。好，那再来，这个相对于这个整数的话，它的离散性，那有理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叫做稠密。什么叫稠密？说白话就是任两个相异的有理数中间一定可以找到第三个有理数。我再说一次，什么叫稠密？任两个相异的有理数之间，它一定可以找到第三个有理数，可以吗？也就是说，这个稠密是怎么样写的？如果 P 跟 Q 都是有理数，而且它们不相等的时候，我们会存在的符号就是这样倒写的 E，exist 一个 T 是有理数，而且保证 T 介于 P 跟 Q 的中间。这个倒写的 E 叫做 exist， 就是存在的意思。可以吗？存在一个 t 也是有理数，而且这个 t 介于 p 跟 q 的中间，就叫做稠密，可以吗？一直可以往中间找，一直可以往中间找，它是越找越密，越找越密，对不对？这个叫稠密性哦。好，第四个，有理数就有封闭性。哎，什么叫封闭？封闭就是经过硬运算以后跑不出这个范围，叫做封闭。那有理数，你们把它想象成什么？把它想象成分数就好。我再说一次哦，有理数把它想象成什么？分数就好，可以吗？上下为整数的分数。那分数经过加减乘除还是分数嘛？因为可以通什么？通分。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，这个封闭性就是经过有理数加减乘除有理数还是什么数？还是有理数哦。有理数经过加减乘除有理数，哎，弟弟。拿去哈，这一本你拿一本哈。有理数经过加减乘除，有理数还是有理数。那相对的无理数就不具封闭性哦。这个无理数哦不具封闭性哦。无理数经过加减乘除，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我们不确定是什么东西。例如说根号二加一乘上根号二减一，无中会生有，可以吗？所以它不具封闭性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有理数跟无理数的加减会有什么性质？如果一个有理数加上无理数，同学，
有理数跟无理数相加，请问你小数点以后会不会循环？不可能嘛。例如说啊，一根号二就是1.414，一直下去，一直下去，对不对？那根号二加一，请问你它会循环吗？也不会，是不是也是这样？一直不循环的无限小数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有理数加无理数还是什么数？还是什么数？还是无理数。那这个时候有理数如果乘上无理数，它会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可能就是在如果有理数等于零的时候，零乘上任何数都是零。那如果这个有理数不等于零的话呢？这时候它还是什么数？它还是无理数。好，好，就这样，先到这里。可以吗？好，自己再想象一下，整理一下啊。好，哪个地方不熟不懂，就再问一次，就再问一次。这个我们之前就有讲过哈，有理数有封闭性。好，那有理数把它看成分数来讨论，会比较直接哦。那这个数字之间的关系哦，还有举一些简单的例子。那这个东西蛮重要的，等一下要从相等性质要从这里来讨论。证明我会跑过一下下，证明我会跑过一下下，哦，但是这个你们证明不用抄，哦，这个无理数的相等性质，大概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就好了，哦，来，这样去，哦，来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前提很重要，这个数字的前提很重要，无理数的相等性质是当 A、B、C 诸都属于 Q 的时候，这个 Q 代表什么意思？ Q 代表是有理数。那这个时候会有两件性质出现，一个是这样 ，A 加 B 根号二如果等于零，这时候它的结果 A 等于零，或者是 B 等于零，前提很重要 ，A 加B 根号二等于 C 加猪根号二，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得到 A 等于 C， 不是或，对不起，这边笔误了哦，且 B 等于零，哦，来 A 加 B 根号二等于 C 加猪根号二，这时候 A 等于 C， 而且 B 等于猪，我要利用这个东西来跟你测一下。喂，怎么了？鸡哥没有在，我在上课，没关系。怎么没了？啊，不管他，随便帮他买，随便帮他买，买鸡饲料就好。哦，好，拜拜，嗯。鸡哥的餐没了，买鸡饲料就好。OK， 好。来，继续哈。那同学，这个东西哈，无理数的相等性质，我要证明一下给你们看。你看啊。A 加 B 根号二等于零，在 A 跟 B 是有理数的前提之下，我们把 A 移过去 ，B 乘上根号二就等于负 A， 哇，这个式子代表的是什么意思？一个有理数乘上一个无理数，最后的结果要是有理数，那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这个 B 是几 ？B 是零嘛？因为零乘上任何数都是几，都是零，听得懂吗？零乘上任何数都是零，那这时候 A 是不是也要是零？哦，是这样来的哦。那同样的道理，你下面第二个可以试着自己证明看看。A 加 B 根号二，如果等于 C 加猪根号二，一个提示，把 A、C 放一边，把 B、猪放一边，哦。把 AC 放一边 ，A 减 C 就会等于这个猪减 B 的根号二。同学，是不是一样？这整个是有理数，这整个是无理数。有理数乘以无理数又是一个有理数，所以是不是就很简单了？这里要是零，这里是要是零，这 OK 吗？这 OK 哦，好。
那基本上就是分两国去讨论就好了哦。OK， 哦，那这个东西哦，就是我们这个有理数跟无理数之间的关联性哦。好，那有理数跟无理数讲完了哈，等一下我们要直接进这个小数之间的性质。这小数有三种哦，我们要讨论的，一个是有限小数哦，它的特征；一个叫做循环小数，它怎么化简；第三个我要提醒你们一件事情，就是无理数是不循环的无限小数哦。来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七个小数哦。来，这个小数哦，这个圆中，这个你要把它写很好哦。同学，这个等一下哦，我会把全部人拉进一个社团里面，可以吗？之后的笔记全部都交给圆中负责，就是圆中会把他所有笔记都上去。所以你们如果听完，哎，觉得有什么地方写不完整，就是他负责，知道吗？你觉得哎写的好少，你写错了，就骂他，打他，蹂躏他，好不好？就蹂躏他，好不好？哦，可以吗？好，那等一下，然后圆中，你用我的手机帮大家拉社团，知道吗？如果你们谁没有进社团的话，这是谁的问题？别说问题。你看怎么做？打他、骂他、蹂躏他，知道吗？哦，打他、骂他、蹂躏他，好不好？哦，别说可以吗？可以打你吗？可以骂你吗？你可以吗？可以蹂躏你吗？可以，好，没有问题。大家请尽情注意哦。好嘞，这个。小数哦，来，有限小数代表位数有限。那这个有限小数是约分以后，分母由二或五的次方乘积所组成的。举个例子，例如说八分之一就是二的三次方分之一。你看分母数只有二，那你看哦，这个二的三次方分之一，上下都可以同乘五的三次方。这个数字分母就变成了1000，哦，是10的次方数哎，三位代表小数点会停在第三位，可以吗？上面写125，千分之125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分母只由25组成，你才有机会通分成以怎么样10的次方为分母的条件嘛，听得懂吗？所以记得了。如果是有限位数有限的有限小数，一定可以通分成10的次方数，代表分母只能由2或5的次方乘积所组成。那什么叫做循环小数呢？这个循环小数呢，基本上来说，它就是小数点后面会一直循环的数字。我等一下会写个基本的简例给你们看，例如说，好，59.487循环，可以吗？59.487循环，可不可以？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化简这个数字呢？令它等于 x 的话，我要策略性的使得小数点移到循环解这个贝贝的前面跟怎么样后面，可以吗？那怎么移动呢？乘以10倍或乘以1000倍。我们知道十个 x 就叫做594.87循环，再来1000倍，1000x 叫做594.87循环，可以吗？那这上面是不是有87887，下面也有87887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14跟24，2-1，是不是可以把87都消掉？剩下来的就是整数了哦，除完就是有理数，所以你很清楚了，相减以后24-14，你可以得到990个 x， 叫做59487-594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的 x 就叫做990/59487-594，不好意思，空间不够哦，你们自己稍微塞一下。这个东西稍微的要写一下哦，你们要再复习一下自己这个循环小数的本质到底是怎么学的哦。好，
可以吗？好，是这个样子。那假设一个数字叫 A 点 B C 注 E F 循环，我们根据这个规则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，就是根据这个运算的规则。我先在归这里归纳一次啊，当你小数点后有三位，关口会有三位，这时候上面有循环的贝贝写九，没循环的贝贝没有循环的写零，分母叫做990，看990。那这个分子怎么写？全部扣掉不循环的部分，59487扣掉594，全部扣掉不循环的部分。这里也是一样的地方，有循环解写九，没循环解写零。分子是全部扣掉不循环的部分，可以吗？好，那像这个缩力0.38循环，哦，小数点后两位，分母两位，有循环写九，叫做99，上面全部扣掉不循环的零，38减零还是38，那下面一样哦，就是一样的，你们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，OK。这个是循环小数，那你要注意无理数为一个不循环的无限小数，无理数是不循环的无限小数，那这个无理数的小数要怎么表示就很好玩了、哦、来你看一下，啊好香好快，看哇西哇西哇，真的很香，你知道吗？啊、哦，幸好里面有我的。来，猜叫做3.14，一直下去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拍哦。这个拍，请你整数部分怎么表示？如果你要去看整数部分，就是三嘛。那同学，重要的来了，小数部分怎么表示？小数部分。基本上来说，你不可以写0.14啊，因为它是一个不循环的无限小数，你也不能写0点多，因为你要用来计算。所以请记得，这个小数部分就写派减三，全部扣掉前面的整数，剩下的就是后面的小数部分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吗？好，好，把它写下来。那最后你们要注意0.9的循环是几？是一。我们之前有讲很多种证明方法，那我现在就只讲一个哦，比较正，比较最传统。我们假设 x 叫做0.9的循环，10x 叫做9.9的循环，12减1，可以得到9x=9 ，x 就是几？x 就是一哈，好，可以吗？哦，这个把它架构性的再全部东西再 review 一次哦。OK， 没有。你听不懂这个？好，来，像这个2的3次方分之1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那2的3次方分之1，你是不是可以下面乘5的3次方？下面25得几？10，就有几个10，这3个10相乘，叫做1/1025，可以吗？那这个1/1025哦，这个时候化成小数就到了1000分位，十分位代表1/10，百分位是1/1000，千分位代表什么东西？代表1/1000，可以吗？哦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化成1/1025。这个数字就叫做0.12，可以吗？如果分母由2的次方组成的时候，这时候通分完是不是可以变成1000？就是有限小数的分母，可以吗？所以如果分母是由5组成呢？来，简单的1/5，然后1/10，可以写成0.2，在十分位停止，可以吗？哦，所以分母由2的次方、乘方跟5的乘方所组成，它就一定是有限的小数。
好，这样的讲是 OK 哦。好，来，大家稍微写一写，有问题的就问清楚哦。这东西就是这一次我们把它弄得清楚，你们在练习。那练习的过程哦，我跟袁松会下去绕。那大家都有问题，我们就一起讲；个别有问题，我们就个别把它处理掉。哦，来，这个我再跟你讲一次，就是说上面前面如果没有写完的话，袁松会帮你写，知道吗？如果他写的不清楚，字太丑，怎么办？打他骂他，可以吗？蹂躏他。你干嘛弄我的大象啊？你为什么要玩我的大象？对啊，看到你刚刚就一直在抚摸他，奇怪。这个我们家是做幼教的，那应该看得很清楚。对啊，我妈在新竹是一个很有名，我爸妈都是在新竹很有名的艺术家。对啊，你们有没有在什么仁光光明什么幼稚园上过课？有没有在仁光光明上过课？没有齁，好像竹北也有几家，可是我忘记了，太多家了，对吧？那以前在什么地方？阳光国小，你们有没有上过？阳光国小，哦，阳光国小啊，那基本上是我妈都是在这些学校哦，就是当那个美术，就是陶艺老师哦，我们都会去那边上课，对吧？我也有去上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今天我在下午上那个就是一般进度的高一，就有学生有上过我的课，你知道吗？我去教，你知道吗？还有我妈，我跟我妈搭配去上课，对啊，我从大学就开始教，又教陶艺，对啊，这样 OK 哦，这样 OK 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作图咯，来，看这边，来看作图咯。作图的话有两个东西可以看、哦、其实还有很多复杂的作图，那我希望你们这个都要会做、哦、第一个有两个、哦、我们刚刚说了这个竖线就是时轴、哦、就是任何的时速基本上都可以尽量表示在竖线上面，可以吗？那我们现在要表示两个，一个是有理数，一个是根数，把这两个表示给你看哦。来，有理数作图哦，在一条竖线上，假设这里是零，这里是一，这里是二，你向外取一条线，假设叫做 L， 你用固定的圆规把它取三个等分，取了三个等分以后呢？取了三个等分以后，来，这三个等分，第一条，这里是三份，三份接上这个二，那接下来做一条平行线，跟它平行。如果这两条平行的话，平行线会结等比例的线段，可以吗？来，注意哦，这里叫做三，这里叫做一，假设这边叫做 x。那很清楚的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平行线结等比例线段，三比一等于二比 x， 所以这个 x 就叫做三分之二。哎，这是把两个数字相除这样子写。那请问你有没有办法利用这个平行线的方法去做两个数字相乘？有没有办法让两个数字相乘？假设你有两个数字，一个就是 A， 一个就是 B。同学，你如果要相除，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做哦。假设一个数字叫 A 跟 B， 求你，你要怎么做这个 A 除上 B？ 是不是就这样做？看啊、哦，A 除上 B 嘛。假设在数线上有个数字叫 A， 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好。那。假设这个地方取一个数字叫做 b， 这一段长度叫 b， 可以吗？这上面取一段长度叫做 e， 那我们知道 b 比 e 就叫做 a 比 x， 所以这个 x 长就叫做 b 分之 a， 看得懂吗？看得懂吗？看得懂吗？平行线截等比例线段。假设这一段长是 b， 你取一段长是 a，
取一段长的一，把 b 跟 a 连起来，一跟 x 连起来，这时候 b 比 a 等于一比 x。好，再来，这个数字不管是什么，我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在这个作图里面哦，你不管是有理数无理数，那相乘相除都可以利用平行线节能平行线来做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问你们一个小问题，给你们三分钟思考。假设给你们两个数字，我没有说它是有理数，我不保证它是有理数。一个数字是 a， 一个数字是 b， 你要怎么去用尺规做图求 a b 相乘？去想想看怎么做，想想看怎么做。给我的炸鸡，去不要吃正。哦，不错。要吃薯条吗？哦。这个肯德基薯条其实蛮有味道，可是我觉得很容易就变软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一下就软掉，这是薯条啊。那麦当劳就比较硬，你知道吗？麦当劳薯条可以放很久，是不是？我想这是叔叔跟爷爷的差别。来，继续。来 ，A 跟 B 看好。怎么样？请问 A、B 看好。假设一条长度就是 A， 这一条长度是 B， 看好了。这里是 A， 可以吗？看好，这里是 A。A 跟 E 相连，把 B 跟外面相连，假设叫 X， A 比 E 是不是等于 X 比 B？ A 比 X 等于 E 比 B， 看得懂吗？ A 比 X 等于 A 比 X 等于 E 比 B， 那这时候交叉相乘，这个 X 是不是叫做 AB？OK 吗？ OK 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好，利用不同的位置哦，去做这个比跟乘的关系，你就可以找到这个 AB 相乘相除的作图方法啊。稍微给你们看一下，简单的看一下啊。OK，
方。这个拍啊，圆周率无法用尺规作图完成。注意哦，它不是说不存在，而是不能用尺规作图。你要做拍其实也没有很难，你拿一个圆有没有看到？拿一个圆有没有？你随便做一个，你做一个，你半径为一去画圆，那这时候你是用线去把它剪开来贴上去，是不是拍？可以吗？哦，半径为多少？画了一会儿哦，大概是这样子哦，或者半径为一画圆以后剪一半，是不是叫半圆就是拍？可以吗？哦，再来像这个三分角是什么意思？任意角度哈，任意角度都可以怎么办？把它切成三等分，基本上是尺规作图做不出来的。把任意角三等分，尺规作图做不出来。可是我跟你讲，这个三分角可以用折纸折出来，可以用折纸折出来，折纸法哈，你去折纸可以把它折出来。可是毕竟折纸不是尺规作图哈，所以这个东西不算尺规作图，可以吗？像这个有一个学校叫建工高中，这个建工高中以前他们的暑假作业都出得很奇异哦，做正20面体啊，什么画那个双曲线啊，做立体图形啊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要去用折纸去折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他们就有折过，那还蛮好玩的哦。OK， 大概是这里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从这边呢？我们就衍生到了算几不等式。哎，为什么可以衍生算几不等式？很简单，这个根号 AP 就叫几何平均数。这个半圆它的什么东西？它的半径，我们就是把这两个长度再除以二，二分之 A 加 B， 对不对？那从这个图就知道，二分之 A 加 B 会大于等于 AB， 开根号，可以吗？这个 OK 吗？哦，这叫做算几不等式。那算几不等式的话，题目会给一个条件是加的，一个条件是乘的，可以吗？而且两个数字都是什么数？正数。OK， 好，一和一乘，哦，而且都是正数，就可以使用算几不等式，可以吗？哦，当然还有另一种导数型，我们的练习里面有。那这个不等式的功能就是用来求这个极值，最大值啊、最小值之类的。那当等号发生的时候，会有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等号发生的时候会有最大值或者是最小值发生。那不要忘记了，此时什么性质？此时 A 要跟 B 怎么样相等，可以吗？这 OK 吗？这 OK 吗？算几不等式，哦，算几不等式，好。再来，我们看到第二页的双重根号，哦。双重根号基本上来说就是双层的根号，关键圈起来凑什么？完全的平方消根号。你要消根号的话，基本上来说，如果要把根号干掉，你的关键就是去凑完全平方，画下来。那怎么凑呢？有两个例子给你们看。基本上来说，你要去找哦，去找什么东西？两个相加跟两个相乘的。那同学，你要从哪里找起？你要用什么找？你要用这个六去分解开来找，懂我意思吗？哦，你要用乘号去分解，因为乘的项其实分这个选择是比较少的，懂我意思吗？那像这个问题，我就可以分解出来了。来，这里是三加二跟什么？三乘以二。那我们就知道，这时候可以拆成根号三加二加或减两倍的根号三乘以根号二。那这个三就可以看成 A 的平方，二可以看成 B 的平方，哦。那这时候经过整理完，就变成了根号三加或减根号二的完全平方，再开根号，平方根号可以约掉，可以吗？你们要去注意一个容易错的地方哦。如果这样子写，同学，
AB 的大小不定。当你大小未定，你要加什么值？绝什么值？什么对值？绝对值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好，大概是这个样子啊。好，那其实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说，你算到一个程度，知道三加二，知道三乘以二，其实就可以凑出根号三加或减根号二。那这个是加是减，看哪边？看这里啊。如果是加就是加，如果是减就是减，可以吗？哦，那我把这个根号跟平方一起约掉喽，变这个样子。那如果没有二怎么办？如果没有二怎么办？其实没有二，我就要送二给他嘛，变成二分之四加二根号三，来，这时候三加一。三乘一，下面有一个根号二，直接可以拆开来，根号三加根号一，二分之根号六加根号二，哦 ，OK， 好，好了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哦，这个想到这里我们来看十一哦，这个平方公式哦，平方公式来，第一个这个乘法公式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，a 加 b 的完全平方，那就是 a 的平方加二 ab 再加 b 的平方 ，a 减 b 的完全平方就是 a 的平方减二 ab 加 b 的平方。那 a 加 b 乘上 a 减 b 是 a 的平方减掉什么 ？b 平，这应该都还 OK 嘛？都 OK 哦。好，那你去比较这两个哦，有一个叫做 a 平方加 b 平方加 c 平方加 ab 加 bc 加 ac， 你要怎么样使用它？通常这个式子哦。你如果只有一个 AC， 要把它乘两倍，有 2AB 才有一倍，可以吗？所以这个式子它可以写成这个二分之一的 A 加 B 的完全平方，加上 B 加 C 的完全平方，加上 C 加 A 的完全平方，可以吗？好，这 OK 吗？这记不记得？好，你乘以两倍以后再去配方。再我们来看立方哦，这立方的式子哦，稍微的写一下哦，来，这个前面的是基本哦 ，a 加 b 的三次方就是 a 的三方，加三 a 平方 b， 再加上三 a b 的平方，最后加上 b 的几次方，来，我想这你们应该。这个乘法公式在暑假有练熟哦。那 a 减 b 的三次方是 a 的三次减三 a 平方 b 加三 a b 的平方，再减掉 b 的三次方。
可以吗？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下面这个怎么写？记不记得 ？A 三方加 B 三方，它有两种格式哦。像你们最后都已经记得很熟了哦。A 三方加 B 三方，它可以写成 A 加 B 的三方减三 AB 乘上 A 加 B， 可以吗？那也可以写成 A 加 B 再乘上 A 的平方。减 AB 再加上 B 的平方 ，OK 吗？好，那 A 的三次方减 B 的三次方，叫 A 减 B 的三方，再加三 AB 乘上 A 减 B， 可以吗？那可以哈。好，那这个式就可以等于多少？等于 A 减 B。乘上 a 平方加 ab 再加上 b 的平方，到这里 OK 吗？可以吗？哦，那这两个东西哈，我希望你们都稍微记得。那这个式子的话哈，这基本上是参考用。你们如果可以的话，记得要试着想办法再去因式分解过。如果你们因式分解哎怪怪的，那你们可以回去看我们的讲义，可以吗？我自己这边之前有写哦，这个式子可以写成 a 加 b 加 c 乘上 a 方加 b 方加 c 方减掉 ab 减掉 bc 减掉 ac。OK，
那来看一下啊，在逆推的过程，我们习惯用表格去整理我们的数字。来，一六二三三二六一，负一负六负二负三，负三负二负六负一，可以吗？本来应该有八组，可是你们不要高兴的那么早，你要实际把 x y 算出来，比较不容易错。加二加三回去叫做三九四六五五八四，加二加三一负三零零，这里叫几？两块负一一，再来负二负四二。同学，你要小心哦。写到这里以后呢，答案有八组，对不对？同学，八组对不对？错哈，为什么错？要小心这个零零这一组啊。哎，这个很机车，分母不得为零嘛，懂我意思吗？分母不能是零嘛，其他组都可以啊，这个 OK 吗？整数而已，整数也是一直整数，一直整数，整数解哈，整数解哈，所以不是八组是几组？是七组哦，要小心，可以吗？好 ，OK， 最后再讲一个反证法哈，这个反证法简单的讲一下。假设已知根号二是无理数，我们要求七根号二也是无理数。像这种基本型的，稍微再讲一下哈。哎，已知根号二是无理数，要求七根号二是无理数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反证法？哦，去假设。假设七根号二是有理数，那这个时候由封闭性，我们可以知道七根号二除上七，也就是根号二应该为有理数。同学，这个现象是什么东西？哎，照理来说，这个根号是无理数，只有你算成是有理数，叫什么盾？牛顿还矛盾？牛顿。靠呀，矛盾嘛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叫做矛盾，我可以这样写。好，那这个矛盾的话，我们来思考一下哦。如果是有理数，当然有封闭性，封闭性除完，当然也是有理数。所以唯一有可能错的是什么地方？假设错误，可以吗？哦，这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反证法啊。故这个七根号二不是有理数，就是什么数？为无理数。哦 ，OK， 同学，我们就先讲到这边喽，辛苦你们。好。这个东西是EG大概所有的就是重要的内容。那如果这个你们再稍微的思考一下，好，你们甚至可以把一些内容再加进去哦。那你们等一下的话，这个第二段我先休息一下，那开始来写哦。那写完就可以走，就这样，好不好？很简单。什么？有理。那这叫矛盾。什么？由封闭性啊。啊，对不起哈。由封闭性，可以吗？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那同学我们就先上到这边休息一下，休息十五分钟，我让你们给你们写东西哦，你们就等一下就快快乐乐把东西写一写，好 ，OK。